各位，我们又来到了金鹰酒店喝36集。第一次来，开心哦！哎，上次我有跟老爸、妞爸他们一起来，然后这次呢？哎，对，对，你是在家。这次有跟到。这次是还好，妞爸有来，有约我们，是不是？哦，算是可以带你来一起 happy 一下哈。牛爸，就是上次有人我自己偷偷来了，然后都没跟婆婆讲。我有跟他讲了，我有跟他讲啊。有讲的说明有讲，我那天喝了，我讲了好多话。那一天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没有讲你的坏话。是吗？还有没有讲你的坏话？没有啊，他只有讲多爱你而已。我只是讲说，我们最近频道呢在改变这样，那因为现在有小孩子这样。我们要来玩的。哎呀，好，我先发一杯好了啦。哎，你有办法，我先发一杯啦。先发一杯好。对啦，我先抽一支，我先抽一支。抽。对，我先抽一支，我先抽中间。嘿，这个是什么？29季，第29季，树上开花哈。树上开花。我看一下。看树上开花在哪？哎呦，想不到我可以抽到那个树上开花。哎，这个是淡的。他说这一排好像是。比较浓，最淡的是果梨类的哦，果梨类是最淡的，但是它往上是越浓，它下面比较淡，然后这边是中方茶叶，这边是西方茶叶，东方，所以我现在喝的是东方茶叶，啊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了，我 demo two， 我这里有目录了，树上开花，它的意思就是呢，借局布施哦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利小心大，哎，对，好。就这样子。我不知道。好，来。我不如不要解释，直接喝了。解释都多余了。其实我现在看你喝酒，我有点怕哎。是吗？因为我一直想到他上次喝不到一罐就整个倒了。一罐什么？啤酒。重点是不到一罐。所以我现在看喝酒我会害怕，因为我会不知道我等一下怎么扛你。一罐啤酒。对，他的底线。啊、先闻一下。他如果这么喝醉，你就不用带他回去，你把他丢在我们那间的客厅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乌龙茶。对，乌龙茶，你就拿它当乌龙茶。来，我喝了。好。先拔一杯。你一罐啤酒，那你敢只喝三杯？什么味道？表情太好笑了。酒精浓度很高吗？太久没有喝酒，然后那个，就是很像那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烧喉咙。对，会有点烧喉咙的感觉，那个叫有点后酒那一种，对不对？会有那种烧喉咙的感觉，有点烈烈的感觉。哎，烈烈的感觉。你都常上台北的话，这样老爸就跟我都约你喝了。我会不会每天都不好意思宿醉？我没办法理你哦。我没办法拍片的，怎么办？啊，我知道，我下次就拍我喝醉的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要强调，没有你喝醉的样子很简单，他就直接倒下去，然后不省人事。是，谢谢。好啦，我罚了一杯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妞爸难得来到台南，我们让妞爸呢也喝一杯。今天不止一杯啦，先喝一杯。今天我们这个我剩下，而且他可以直接上楼睡觉。对，我们要去第33季反间计哦，反间计，反间计在反间计哦。所以，最高的一波泥，可是那是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果泥的，这个果，哇，毫不犹豫耶，怎么毫不犹豫？水果吗？甜的，哦，甜的，啊，会烧喉咙，完全不会。啊，那我好想要这一台的，完全不会，我觉得会烧喉咙哎。波波还没有喝过，你让波波抽一支签。你难得。等一下，我要说。好，你说。你难得。一年多以来。对。现在要碰到酒。哇。因为从怀孕到现在。对你都没碰到赶快让你现在还有这位母奶吗？
有，再回去就不能吃。对，就不能吃。可能要过一天来，过一天才可以。好 ，OK OK。我偶尔放松一下。对对对，来来，放松一下。抽一个，抽一个。抽到什么？35是什么？连环是四环春了。你是太想要看四环春是不是？就先醉了。你是怎样？四环春还没喝就先醉，连环计的，他们四环春，你三个字，两个字都看出。我还没喝就那个。刚刚到底想去吃什么？你是不是被？你应该是刚刚被水海宝哭声哭到傻掉了，对不对？到了。嗯，哪里？哪里？最烈的哎。第二个。我这个。第一个就爽了。来啦来啦。开心呢。真的。到后面你都觉得都是甜的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好爽哦！一年多总算喝到啤酒。啊，不是啤酒。那你喝啊？它是茶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茶，所以喝起来还好。它有点烈烈的，然后有点肉火的。嗯，就跟我那一杯差不多。等一下，不一样，好不一样。你这个 level 2的就是 level 最高的。啊，他能比我高啊？他比我高啊？你不要把自己 level 拉低。哎，你喝完了。好喝吗？我觉得波波要喝到果泥了才会觉得好喝。就烈烈的，烈烈。你是不是很少喝这种厚酒的感觉，喉咙会烧的感觉？对，因为我都喝红酒会比较多，或者是那一种甜甜的那一种，对不 对？啊，那一种你喝到烈烈那一种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厚的酒。对，嗯，那个不过喝厚的比较好。嗯，厚的对身体比较好。第一个就先冲到20几。哎、欸，对。我一年多没喝酒，所以先让我喝比较高的吧。哎、欸，我们才刚来，我们就已经抽掉两杯了，哎。对，就是一杯我的。你不要用。讲的好像，讲了。你讲的好像是你抽的一样。讲的好像我的 level 很高呢哦。好了。让你再一次。啊，又要开始哦，太快了吧？我们可以等餐点来再。我们先喝两杯啦，我们再看。两杯是不是以示诚意嘛？对不对？好。那来个水果酒好不好？擒贼先擒王，有没有看到第二季？第二季。围魏救赵，有没有看到？围魏救赵，哎。围魏救赵。你看我围魏可以救赵。围魏。这里啊。哎、欸，别卖呢。甜的。为什么你要甜的？因为果汁的。看这样，你这边要不要给宝宝？等级三哦，这水果酒哦。有水果味道吗？有。真的？其实这个就是像果汁。老婆，我们是不是夫妻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们一人一半呢、啊，这样还可以拆解。你可以二胎，你这样讲是打算二胎了，是不是？尝鲜。要不要？你留一点点就好了，我沾沾看。这边沾沾看没感觉，好不好？它只有一小杯这样而已，好不好？来啦！好啦，不管你要抱抱先当钱，剩下给你。这个有烈烈的感觉吗？应该完全没有烈的感觉。凤梨味。对。好巧。你好喝哎，你喝。那它就是不想要喝太多了。凤梨味，它是凤梨果汁、嗯，它那个就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对那么烧喉咙，没什么，酒味还好，还好对不对？有点像凤梨水果，最好的嗯，对，女生会最喜欢喝，对，水果。好了，差不多我会睡了。